马铃薯泥，让它口感比较清爽一点，然后稍微有沙拉。包进手卷的有五色蔬菜，小朋友也超爱。妈妈别端走，我还要吃。竹子的味道。哦，好吃吗？我要吃，味道不错。要吃饭吗？他没有吃到肉呢。小朋友们爱吃的都是蔬食，养成习惯营养没问题。要健康的哈，都是以蔬食为导向的。南瓜、甜菜、多糖体的白木耳哈，还有黄豆，有一些天然的食材产生的甜味。现在呢，国际的趋势也是属于开始吃蔬食了。金牌主厨来做的料理，大家看了以后都没有专心在听讲师讲课，都在看着旁边的餐点。我们先做给大家看，打破传统的观念，说哎，蔬食真的是很好吃。这场公益活动以蔬食串联南北，口味适合全家大小。最棒的零食，创造他们的大脑里面的记忆力，加油！蔬食当零食，成了小朋友点点滴滴的儿时回忆。地球之所以暖化，是因为过度浪费资源，过度的杀生，一点一点的去溶解吧。因为这个不是法律条文，谁的心最轻，谁的命最好，往这个方向走，一起努力。减少肉食其实就是一种进步。对付昆明难品的唯一的良方妙药，就是要茹素。来自企业界、法商界、教育界的意见领袖，将蔬食观念导入家庭、学校和社会团体，让餐餐推素，餐餐都丰富。大新闻吴逸轩、萧红树、刘静岭，高雄报道。